赶紧把过年压岁钱交出来，我替你保管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姐。姐，奶奶在楼上啊。你完了。姐，你别打我。谁压岁钱？谁打你了？你快起来。唐满，你又欺负小夏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能管闲事。小夏，来吃点坚果，可好吃了。谢谢奶奶。绿茶，烦死！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奶奶，你看你昨天不在家，现在我也忘了打球。我看电视。小夏心情不好，打底下怎么了？是你妹妹，她学习压力那么大，你就不能让着她？哎，这句话你不是常对小夏说吗？熟不熟悉？等，奶奶，我错了。奶奶，别打了，放开你妈吧。小夏，奶奶走了，他们欺负你就跟奶奶说。好嘞，奶奶再见。去哪儿啊？咱们得好好聊聊了吧，小夏。我知道你们，我跟我非得好好治治你们。